笑，大仙不闹，摸不来。好吧，我玩中路怎么样了？玩中路的话，可选的就很多了。米莱狄打这个分段无敌，炸弹猫节奏也能压制到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，好吧？我可以建议你去玩米莱狄，因为米莱狄也是在这个版本很强很强。那这无所谓呀、啊，他想选米莱狄，我们直接一手无情小姜子牙给他拿捏住。姜子牙能打过米莱狄吗？那他闭着眼睛打，这个米莱狄是经验宝宝。不行，我要跟着这个米莱狄，没有他我的日子怎么过啊？老弟，把机械往我这甩。丑陋，再见。因为我这个大闪，你要把它弄死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我稍微纠结了一下，我又怕你们说我不闪，那我就闪一个给大家看看。这米莱狄不跟我玩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了。米莱狄，米莱狄，你跟我来对线呐，米莱狄。来了，哥们，丢技能，再丢，再丢，啊，再丢。丢技能啊你，半天不丢技能。原来那个大刀是蓄的越久伤害越高，现在一定要抛弃这个习惯的这个印象啊，就是他现在这个大招啊是就是放了后，只要你能打到人就是满伤害，好吗？好，一二三。直接放，基本上结束了啊，一波了。他这个要开大清兵吧，我们直接秒后排、啊。一，他落地差不多在这里。二，踢飞三，好，结束了。Victory。